可燃冰的主要成分，可燃冰一般指天然气水合物，其主要成分是甲烷，属于有机化合物。可燃冰是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永久冻土中，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。研究发现，可燃冰燃烧后只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，不会留下固态残渣，也不会产生有害气体，是一种燃烧值高、清洁无污染的新型能源，分布广泛而且储量巨大，